拽什么？好心没好报，特地为他煮的汤都不喝，不喝就不喝喽。难道我自己不会喝光它？你说我是不是很差？我哪一点不好啊？不差，红姐是美人，身手又好啊，怎么会差呢？一点都不差，是吗？红姐是女中豪杰，顶呱呱呀，顶呱呱的嘛，顶呱呱。你这个小子挺会说话，来，再喝一杯。还喝呀？喝。好好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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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懂得欣赏红姐的人呐，简直就是没眼光。对他没眼光啊，没眼光。不错，是他没眼光，没眼光，是他没眼光啊！啊，嗯嗯嗯嗯，嗯，哎，干什么鬼鬼祟祟的？看什么？红姐，老实跟你说，自从你收山之后啊，我找到一份打杂的工作，我还娶了老婆。我儿子刚刚才满月，是吗？哎呀，怎么不早说呢？恭喜你！红姐，我不要你我，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啊，我们不醉不散，来。红姐，我，红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老婆，对对对，我一早还要开工呢，现在已经晚了。走吧走吧，我用不着你们陪呀。走啊，回家陪你老婆去。哦，还有你呀，走啊，你明天要开工，还不走？红姐，再见再见了啊！走啊，谁叫你们可怜呢、啊？回去陪老婆喽，要开工就走呗，我一个人习惯了，无所谓，死不了人。喂，伙计，拿酒来。好高兴啊！我喜欢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不要你们陪我，我不要人陪，我不要人陪，我喜欢一个人。我都说不用人陪了，我高兴啊！我喜欢孤零零一个人，我喜欢啊！飘红，你怎么喝这么醉呀、啊、你啊！不要你管呢、哎。我喜欢做老姑娘，怎么样？啊，进屋去做老姑娘。去，哎呀，不去啊，不去啊！哎呀，那飘红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！我要不是等了，我困死了。放开我啊！我没有罪，不要你管了。是是是，没罪没罪没罪，我帮你到房里去啊！走走走，哎呀！放开我嘛！我不要你管了。到房里去。房里哇，发展的这么快呀、啊！没罪没罪没罪，哎呀，没罪，到房里。知道了，你们两个有意思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要你管。没管你没管你啊！行了行。我喜欢做老姑娘。做过老姑娘，做老姑娘啊！好好好，啊，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啊！别吵，别吵。啊，明天见啊！乖乖乖啊！哎呀，怎么样了？我没有人要，我是老姑娘，怎么样？不用你管啊！哎呦，他已经这么大了，管不了这么多了嘛。嗯，哎呦哇！想不到这小子对女人还真有一套，连我们飘红也……哎呦，别管这么多起来了，飘红啊！能不起来吗？大清早就来吵人家。嗯，哎，北平呢？北平？嘿，还装傻呀？孟姑昨晚全都看见了。
北平抱着你回来的啊，嘿，他抱着我回来的。是啊，我看见他弯下身子还亲你，还给你盖被子呢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哟，怎么会假的呢？我看着他抱着你上床的。糟了，我昨天喝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嗯，酒醉三分醒，难道有没有都不知道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有啊，怎么会呢？啊，是是是，没有就算了吧，看不出你们进展的这么快呀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呀？什么进展呢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了好了，有好呀，没有也好了。现在北平对你那么好，那你就应该安心了。那，那锅汤呢，很管用是不是？哎呀，什么汤不汤的？你出去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头好疼啊，你出去吧。出去出去。哎呀，你出去。那把枪擦得亮亮的，自己看了都舒服。吴爱东，冲咖啡真会享受啊！喂，阿旺，阿旺，哎，给我冲杯咖啡，不用放糖啊！喂，阿恩，阿恩，喂，给我冲杯咖啡，不要放糖，你自己冲好不好啊？每次都要我冲，真差劲儿！喂，才哥，干嘛？麻烦你了，你冲的咖啡呀最香了。找你神经病呢？这是什么？自己冲啊！去吧，叫我冲咖啡给你喝。哎，说什么呀，兄弟？走，各位，新上级今天到，希望大家别偷懒。喂，张 Sir， 你已经是总督察了，这位新上级是什么呀？是警司，听说从英国调过来的，希望大家认真办事，不要敷衍，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。Yes Sir， 大家早。哎，张 Sir， 你早，你早。哎呀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准时上班的人呐。你找我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当时是张 Sir 叫我指证涂万富这个坏蛋的，可是现在他已经放出来了，所以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所以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想怎么样，直截了当说吧。张 Sir 智勇双全，最有人情味了。我想回来当警察，好吗？喂，去 Sir。我从低干起，什么都干。怎么行？你说什么？从低干起？喂，什么事这么好笑？去 Sir 说他想回来当警察，从低做起啊。张 Sir， 现在只有警署能够保住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一出去，涂万福一定会杀死我的。要是我在当警察，身上有枪的话呢，就能够保护我自己了。我可以每天在这里睡吗？守夜班？我不是不想帮你，你应该清楚警队的规矩，不可能再录用你的。张 Sir， 张 Sir， 知错能改吗？给我一次机会啊，好吗？张 Sir， 反正警署呢，什么事都要我们自己做的。这样好了，请屈所回来帮忙打理杂物。我们凑钱付他薪水。哎，我同意，我愿意出一份，不过我怕屈 Sir 委屈啊。啊，张 Sir， 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以后你们的什么枪了、皮鞋了、倒车倒茶倒水，我一手包办了。我冲咖啡最拿手了。是啊，以后去把擦枪不用擦得那么辛苦了吗？那好吧，既然屈 Sir 肯屈就，我那份多出一点。谢谢各位警官，谢谢谢谢。屈 Sir， 哎，帮我冲杯热咖啡啊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帮我擦枪。哎 ，Yes Sir， 回来。哎，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站住！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岂有此理！以前想擦我皮鞋都嫌手脏，现在是我给人家擦鞋当杂工。哼，还有啊，你们这些破鞋、臭鞋也要擦，怎么擦都擦不亮啊！穿鞋的人不是混蛋就是刀疤妹子没了。你找谁啊？哦，我第一天上班。啊，这间警署我最熟悉了。这个，全都是我管的。你是哪位啊？大家都叫我屈 Sir。屈 Sir 是不是？怎么搞的？第一天上班你就迟到了？还有啊，不是我训你啊，你怎么穿着西装来上班呢？你是总监吗？你要明白，你只是个警察。啊。哦，下次不穿了。哎呀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见过张 Sir 没有？哦，我正想找他的办公室。啊，我带你去吧。张 Sir 跟我很熟悉的，我叫他照顾你啊。啊，谢谢你，馆长。不用谢谢我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最喜欢栽培年轻人了。张 Sir 本来是我的部下，
为了提拔年轻人呢，我退位让贤，他才有今天的。告诉你啊，我是在警署这里长大的，所以常常回来指导他们怎么样办案子。他们一见了我呢，就说屈四儿没有你不行啊，没办法，人缘好。进来。哎呀，张四儿，这位，你叫什么？我叫 David。 啊，David 是来上班的，我已经把警署的规矩都告诉他了。他今天迟到了一点点，明天就不会了啊。Good morning, sir. Good morning. 对不起啊，他是我们大家凑钱请来打杂的，有很多事不知道。喂，这人是谁？我们新上任的警司李 sir。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还不出去？ Yes, sir. 哎，啊，顺便叫威叔进来。Yes, sir. 李 sir， 嗯，请坐。谢谢。李 sir， 对不起啊，这人脑子有问题，你别怪他。不要紧，小问题。进来，张 sir， 找我什么事啊？魏叔，我给你介绍，他的新任警司李 sir。Good morning, sir。魏叔，不要太拘束了，我这个人很随和的，我中文名字叫李大卫，叫我 David 好了。啊，大家都是年轻人，我们不客气了。嗯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表舅也是当警察的，好久没有见他了，你们可能认识。他叫什么呀？海洋威，啊，威叔，跟你一样，名字都是有一个威字。对，威叔的名字叫海洋威，难道你们是亲戚？表舅，你就是我表舅。你，我是 David 啊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常到你家去玩啊？后来我妈带我移民到英国去，才失去联络的。哦，我是 David 啊。大卫啊。是啊。哎，这么大了啊，20多年没见了。自从你爸爸去世之后呢，你妈妈到外国给人当佣人，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。她好吗？她老人家去年去世了，所以我最近才申请回香港的。你妈苦了一辈子，现在你有了成就，可惜她已经看不到了，真是可惜呀。既然你回来了，我会照顾你的啊。谢谢。太好了，原来大家都是自己人。晚上我请李 sir 吃饭，就当给李 sir 洗尘。谢谢你，张 sir。你这么年轻就当警司，真了不起啊！别笑话我了，魏叔。真的，还不到30岁就有这个成就，上哪儿去找啊？李 sir， 魏叔很少夸人的。是是是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哎，你怎么不早点回来找我？我是早就想回来了，你知道我妈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我要照顾她。后来她老人家去世，我才把房子卖掉，申请回来的。哎，你这么孝顺呢，是应该的。啊，对了，你这次回来有没有把老婆带回来啊？我没结婚呢。还没有结婚？没有。女朋友呢？女朋友也没有。你骗我们的，你看一表人才怎么会没女朋友呢？一定是太多了，不知道选哪一个啊。没骗你们，学生时代要念书，毕了业忙着做事，而且那边的洋人跟我们的思想呢有隔膜，我很难适合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中国人应该娶中国人啊，生下来的孩子呢也像样一点儿。哎，别担心啊，香港多的是好姑娘，我一定帮你找一个。说句老实话啊，以你这个条件呢，普通的也配不上你。表舅，你又笑我了。所谓娶妻求淑女嘛，我有什么特别条件吗？还不是一个普通人。哎，这么谦虚真难得啊。好，我也替你留意，抢你那包媒人红包，抢我的媒人红包。嗯，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别开玩笑啊！我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，你一定要送我一个大红包。喂喂喂喂喂，你有女朋友介绍给他吗？嗯，你，哦，这身打扮真好看呢。还有加上这条彩带，更显得少英俊了。是少爷，你看看哪里不合适呢？我马上拿去给你改，保证你在大喜的日子俊俊俏俏的。俊俊俏俏。你们两个滚出去！少爷，少爷，滚出去！滚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哎呦，什么老佛爷，什么赐婚，我不管，我不成亲。干爹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孩儿拜见干爹。什么事啊？干爹，我真的不能成亲呢。混账！
老佛爷皇恩浩荡，亲自为媒，你怎么可以说大逆不道的话？干爹，我连对方的容貌什么样都没见过，又没感情，怎么成亲呢？原来为了这个。中爷，邓小姐是大家闺秀，而且知书达理，美艳无双，保证你见了她一定钟情。进来。老爷，邓大人和邓小姐来了，在客厅等候。正好，我约了邓大人来商量你们的亲事，而且他带了邓小姐来，我介绍你们认识，让你们培养感情。干爹，这种事不能不要说了，快换点衣服跟我一块出去。邓大人，我们老爷出来了。哦。福大人你好。邓大人你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福大人，这是小女小慧，快去给福大人请安。好，邓小姐果然端庄有礼，邓大人真是教导有方。哪里哪里哪，太客气了啊。这位想必就是周月，这么没礼貌，还不快去拜见邓大人。邓大人，好好好好好，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呀、啊！我能够收他做我的乘龙快婿，嘿，这真是我们邓家的福气呀、啊！邓大人今天来是商量你和邓小姐的亲事。干爹，什么事啊？我想请问邓大人打算逗留多久？我想等你们办完了喜事之后呢，我就回北京去。那就好了，我们这里风景不错，我想趁这两天带邓小姐出去随便逛一逛。好好好，那就有劳市值了啊。好吧，你现在带邓小姐出去走走。邓大人，请到书房，我们再详谈吧。好好好好，请。你先请。你叫什么？邓小慧。你想不想出去走走？好不好吃？不爱吃，不爱吃别吃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多兴奋呢。小二，福大爷有什么吩咐啊？再来四两白干，马上来啊！好，快点。姑娘们，我叫福中玉，你们有福了，我今天很高兴陪你们喝酒划拳啊。你们几位真是青春美丽，真活泼啊。哎，有什么走啊？打算交个朋友吗？怕我干什么？你说对不对？听不惯，听不惯就别嫁给我。我福中玉就是这样，我在这里的外号叫做花心大萝卜，听见了没有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先去吃花酒，你也跟着去啊。你除了会吃会睡会哭还会什么啊？哎呀，是个哑巴。哎呀，大爷，上来呀，大爷，快来玩啊，上来呀，上来呀，看什么？没见过妓院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最好色，最爱嫖了，不玩到天亮了我都不回家了。哼哼，你想想，那这种丈夫怎么能嫁得过呀？我白天要嫖，晚上也要嫖，随时随地都要嫖，我是大嫖客呀！你说吧，这样的丈夫能不能嫁呀？啊？哎呀，你
你说呀，你后悔了？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呀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你不要老摇头，你点头好不好？你回答我，你不想嫁过，对不对？我这种人好色、好嫖、好赌、好抽，什么都好啊，你还肯嫁给我？哎呀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真的肯嫁？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。告诉你啊，我绝对不会娶你，我现在就去嫖，嫖到天昏地暗。你愿意在这儿等着就等，不愿意的回家。天红，天红，哎呦，这两盒是什么东西呀？刚买的呀。是啊，孟姑。啊，对了，飘红呢？你找飘红啊？他在。飘红啊，飘红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你大惊小怪的找我干什么？什么事啊？当然是好事了。什么？北平找你啊？啊？你找我有事啊？是啊，飘红，你过来，来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嗯。你买给我的？是啊，我逛了一整天才买到的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这是洋货，不便宜哦。飘红啊，嗯，前一阵子我忙，没有空陪你，我知道这样是我不对。其实你怎么对我，我知道，以后我会关心你的。那，难道我不知道你的心事吗？明天呢，我们两个呢，上山顶去喝咖啡，拍照，好好的玩一天，好不好？你真的知道他的心事？当然知道了，那天他喝醉了，全说出来了嘛。我说过什么？心照不宣了，用不着说出来吧，我怕你害臊。是是嘛，这种事情知道就行了嘛，干什么说穿了嘛？你们哎，对了，飘红，你进去穿着看，要是不合身呢，我拿去换。哎，进去帮你啊。你看吧，孟姑的办法真管用哦，全靠那锅汤，战无不胜啊！所有的男人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关呢。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那天我喝醉了，我想不起来我自己说过什么。傻丫头了，说过什么有什么关系啊？最要紧的是北平接受你。我说过的嘛，那天北平对你不知道多好。哎呦，不要再说了。好，不说不说了，看不出你们发展的这么快呀、啊，依我看呢，就快要办喜事喽。咦，你扯到哪儿去了？哎，过去点，哎，再过去一点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对了对了啊。哎，头抬高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啊。哎，对，这个姑娘好美啊。天红啊，我们回座位吧。啊，好。你今天很漂亮啊，很多人经过都在看你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的，那，你人呢也漂亮了，人也好，又会做饭，好多男人喜欢呢。喂，戴维，戴维，来这里。真对不起啊，有点要紧事耽误了一下，等了很久。啊，对了，给你们介绍啊，他叫李大卫，从英国调来的，是我们管区的警司。他叫飘红，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妹，不过我把他当亲妹妹一样。啊，飘红小姐，你好。飘红，哎哎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嘛。好啊，哎，丁伟你坐这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丁伟呢，虽然是我们的上级呢。不过他很随和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我们警署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。对，不要笑我了。如果飘红小姐发现不是，我多难为情啊。怎么会呢？我实话实说。先生，请问喝点什么？咖啡，谢谢。啊，好。
难得有这个机会给两位照张相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不过不知道飘红小姐会不会反对啊？哎，飘红怎么会反对呢？哎，两位，看这里，哎，来，坐过去一点，戴维，哎，坐过去，好好，过去点，哎，对了，对对，飘红，热情一点嘛，坐过去一点，哎，过去点，哎，对了对对了，哎，笑一下啊，好，哎，好了，嘿，照片洗出来送给你们，喂，我也到警署啊，戴维，我妹妹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喂，你怎么走了？对呀，我有件案子要办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戴维这个人很风趣，你跟他在一起呢会很开心的。那天你全告诉我了，我明白。再见。再见。北平常跟我提起你，你们的感情跟兄妹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好。哎，这边这边慢走。哎，有什么不明白再来。哎，好好好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孟姑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气色不好，找师傅看相是不是啊？要看相才能够来，是不是啊？我是这儿的老板，来看看生意，我不行吗？行。识相的好好干活，不要偷懒，不然我扣你工钱。喂，你师傅呢？哦，师傅在见客。你照我这么做呢，就会逢凶化吉。谢谢谢谢啊，这边请。哎，慢走慢走。你来了。来挑日子。挑日子？好事近了。所以说你呢会给人家看，不会给自个儿看。什么事啊？看什么呀？看。哎呀，看你还蒙在鼓里头。飘红跟北平不知道要有多好哦，我们准备给他们办喜事了。有这么回事吗？哎呀，告诉了你你还不相信呢。他们俩现在出双入对，今天一大早又出去玩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孟姑，没听师兄说过。是啊，也许他害臊不敢说呢。总而言之，不会错的了。哎，是真的倒蛮好啊，多一个人伺候你老人家了。哎，你别瞎说了。先找北平问问清楚吧。啊，这也对啊，问问师兄。师兄你怎么喜欢飘红呢？飘红那副德行啊。哎呀，我们飘红哪一点不好啦？你们北平上辈子修来的哟。哼，现在我们谈谈了。我呢一向是拿飘红当我亲生女儿的，现在我嫁女儿了，要把条件跟你说清楚，少一样我都不干的。哎，是真的再说。哎呀，我亲眼看到的还会假吗？未来的亲家先小人后君子，现在把条件说清楚了。我呢要50担礼饼啊，还要烧猪啦、果品啦、海货啦，这些不用说了啊。另外呢，我还要10桌酒席，还有这个聘金嘛，我这意思。来来来，请给我来，请给我来，来来来，1000块钱啊，1000块钱，对不起啊，哎，停停停停。哎，今天早上出去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。一块儿出去玩当然开心了，怎么会那么快回来呢？这有什么好保密的？连我们也瞒着，我们怎么会反对他们呢？何必这么神秘呢？喂喂喂，回来了回来了啊！回来了回来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呢。是飘红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吗？啊，你怕一起回来被我们看见了？我们都知道了吗？是神经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不知道你们说什么，少来这一套了，都是自己人了，还装什么蒜呢？你和飘红两个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那个啊？有没有那个？瞎扯！我一向拿她当妹妹看啊，我怎么会跟她那个？哎，我老实告诉你们吧。哎，坐下来听，坐下来听。有天晚上呢，飘红喝醉了，跑来跟我说她怕做老姑娘。我当然明白了，她那么粗鲁，怕嫁不出去嘛。我做哥哥的一定要帮她嘛。今天呢，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他认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应该有机会发展下去了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怎么没有什么反应啊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，张北平，你太过分了。你干什么？我这么做过分吗？飘红拿汤给你喝的那天你做过什么了？喂，我做过什么呀？我亲眼看见你抱着他到房里去之后，你就关灯了，你把人家玩了，你再介绍别的男人给他，你太卑鄙了你！啊，你们不要误会啊！我看他喝醉了，抱他进房，盖好了被子，关灯呢，就跟他回到我自己的房里了。你们想哪儿去了你？你知不知道飘红一直是怎么对你的？他是多么喜欢你啊！他长这么大，只有你这个小子亲过他呀！喂喂喂喂，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呢？师傅，我没有啊。哎呀，那次我以为他是飘雪，我用嘴给他扬气，我不知道他是飘黄，我无心的。
我管你有心还是无心的，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飘红？说，北平啊，回答孟姑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他为了护着你那盏缠命灯啊，宁愿手被烧烂了也要救你呀、啊。他为了成全你跟飘雪啊，一直隐瞒着这件事情。他还学着做饭了，学着煮汤，学打扮，完全为了你这个臭小子。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哎，我一直拿她当妹妹，是亲妹妹，其他我没想过。那你现在赶快想啊！想啊！哎呀，你快说吧，喜不喜欢只是一句话嘛。师兄，快说啊！人家飘红也是个好姑娘，你考虑一下。师父，你听我说啊。是与不是，你说。除了飘雪，我不会喜欢别人的。你不要死心眼了，飘雪已经变成小男孩了。我不管，飘雪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不会变的，我永远怀念她。张北平，我跟你拼了！姑娘，快干什么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！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一定要跟人家说清楚，免得人家误会嘛。哎，不是，师傅，我这个啊，行了，行，我们进去，啊，师弟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王八蛋，飘红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可以占姑父？啊，你又怎么了？没你我连你怎么不说嘛？你冷静，你不要生气了。哎。飘红，对不起啊，我只把你当成妹妹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飘红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不过我只是把你当妹妹一样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飘红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你，可是，飘红，哎，北平啊，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戴维带我到处玩啊，我们去吃饭啊，听戏啊，他还带我到海滩去散步呢。还有啊，他说了好多好多啊，他还说呢，他小的时候在英国的事给我听，我听了之后啊，自己也想到英国去玩啊。我发觉戴维这个人呢，实在太好了，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哦。真的？是啊。哎，还有啊，我刚刚才做的决定，看你呢是我的死党，先告诉你啊，我已经考虑过了，与其老是待在这儿无所事事学不到东西，我听戴维说啊，现在中国有很多洋行在请工人呢，我想我还这么年轻，应该多认识一些人，多学一点东西，你认为对不对啊？啊啊，哦，你怎么愣住了？我这次说的是真的，我明天就走了，你不替我高兴吗？你干嘛不祝福我？哦，我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你，我要收拾行李了。你有空呢就写信给我啊。
小到大就没离开过我，就算去收账，最多也是两三天就回来了。现在你一个人搬出去住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吗？孟姑，我会功夫的，你不用担心我被人欺负。我现在出去闯一闯，学学自立嘛。你哭什么嘛？说不定我在那边还会找到个金龟婿呢。你呀，你开开金口挽留飘红好不好嘛？你说一句胜过我们说十句啊。才怪呢，我决定的事啊，任何人都阻止不了，是兄弟更不应该阻止我啊。大哥好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我一到那边呢就会写信回来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你们帮我照顾孟姑啊，再见。飘红，保重啊，保重。千金匹配，福中玉公子，真是门当户对，天造地设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这是因为黄昏浩荡，拜老佛爷恩赐，下圣旨为媒，撮合这段姻缘。老佛爷为媒是几辈子修来的，傅大人，真是恭喜你了。哎呀，哎，恭喜恭喜。老爷吉时到了，可以拜堂了。一会儿跟大家畅饮一番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招待不周，请大家多喝两杯，来来来，大家多喝两杯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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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便坐，随便坐啊，新郎新娘交拜天地，交拜天地，跪下，跪下，一叩首，再叩首。三叩首，夫妻交拜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夫妻交拜啊，哎，夫妻交拜啊，啊，新娘子，给老爷敬茶啊。敬茶吧。老爷请用茶。喝过新人茶，富贵又荣华。啊，老爷请用茶。嗯，好。哎，新郎官，哎，给老爷敬茶。来呀、啊。请啊，干爹请用茶。哎，好，请用茶。喝茶。哦，好。亲家老爷请用茶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好。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有利。这次这段良缘，全赖黄恩浩的。我福安陵，几辈子修来的，所以这两杯茶。先敬皇上，再敬老佛爷，祝皇上和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又斟茶，又磕头，又敬酒，你不累啊？你不要等我啊！我今天不睡觉，我要敬自己过。你不要等我啊！相公，相公，你不要走啊！相公，小慧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们没有感情怎么可以成亲？一定会找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丈夫，请你原谅我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啊！到厨房去吩咐他们把如意包拿出来拜祖先。是老爷，老爷还有啊，莲子茶煮好了，要不要拿出来？不用不用。太早拿出来都凉了，等钟毅和媳妇儿梳洗完之后再拿出来也不晚。是老爷。对了，
那两条新毛巾和七色花送去中玉房没有？阿虎送去了，老爷。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少爷不见了。媳妇，钟玉什么时候跑的？上哪儿去了？知不知道？他跑了这么大事，怎么不早点通知我？哎，岂有此理！这门亲事是老佛爷为媒，钟玉这么做是违抗圣旨，脑袋不想要了。阿龙、阿虎，马上给我找回来！扎。喂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哪儿不睡？睡在这个地方，你知不知道好狗不挡路啊？喂，起来嘛！哎，哎呦，是你啊！你躺在这儿干什么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飘红呢？飘红在哪里啊？我昨天晚上已经来了，不过不敢吵醒你们。飘红在哪里啊？飘红到中环去找工作，不回来了。你急着找他有什么事啊？他在中环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没写信回来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喂。这下发财了，哎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什么事儿都我以后不用再来了。你们听着啊，以后倒茶递水、烫洗抹擦的事全你们自己来了啊！喂，捡到元宝了，不用做了。捡到元宝又怎么样？有一个人叫涂万福在追杀你，你不怕吗？你不怕吗？涂万福到花七国追查我，我到花七国去淘金，他追得到吗？哎，什么？到花七国去淘金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洋鬼子请我们到花七国去淘金，一报名啊就有1000块，哇！四个月后回来呢，每个月有1000块，一共是5000块。你们想想看嘛，坐船来回要2个月，另外2个月干活就有5000块钱，这种工作上哪儿去找啊？哇！喂，5000块不是小钱呐。嗯，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？哼，你小心吃亏上当啊！又不是我给钱，我上什么当啊？以前你们跟着我有多少油水啊，现在跟了张北平什么都捞不到了。你们跟我到花七国去淘金吧，那你们的薪水那么一点点，什么时候才能赚到5000块钱？是不是？你们自己想想。喂，可以考虑考虑啊，我们都是单身汉，上哪儿都无所谓啊。啊，干嘛不去呢？去，我们都去啊。哎，七四，哎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啊？哎，带我们去。那这种机会不能够错过，你们两个去不去？哎，谢了，不用拉我们了啊。他们两个呢都算是单身汉，我们呢是有家室的人，最怕听老婆唠唠叨叨的，是不是啊？免了。哎，我们宁愿待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一块去拿1000块钱安家费回来，叫他们俩眼红。